我们想想，我们甚至是寄生虫，真的，真正的是那些工人，富士康工人，对，他为什么去跳了十几二十个在跳楼？他们整个中国太多这种，整个南方太多这种工人，但没有这些的话，中国怎么成为一个强国？它的基础就在工人身上。小高总，带几个，把两分钟拿上。中国电信工人是排名中国前五位的维权工人之一，知道吗？你不给自己要说法，你跟谁要去说法？有关行业朋友们的落实申请维权通过。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就是总金额加在一起是10万。对对对。你们这是可怕的吗？这是给你闹骚扰的吗？那都不怕的。你这影响人的隐私权利吗？咋隐私？你是在上班还是在办私事？这车是二倍一年，一倍谈的是一年3000。法律上讲这个事儿是不是劳动关系？那肯定是劳动关系。那你工人给你干了几十年了，你总不能拖着他这个临时工吧？我们的工农大众是我们的那个整个的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阶级。我们从来都不讲这个，我们讲资本家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的资本家郭台铭不就来选总统呢？那我们有一个工人出来可以出来选总统，屁眼，连舔屁眼他都还没资格在台湾。我能提出这样的话，你们这样的，那得穿的政治衣裳，你们觉得我们还是？我现在老已经要到爆了，这个位置不见，都上头靠楼上去，俺四哥他建议去喝。